你好，陈小姐，麻烦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金艺邦这次广州展主推的产品。我们这一次主要新推出的是我们这个 Q 机器人，就是我们这次的款式就是外国，外国那些就是比较较真的机器人的模式去做。就是这个不仅外国人看了也喜欢，中国人也能接受，是不是？你们看一下款式，就是像现在这些 Q 的功能的类型，大部分都已经很普遍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朝这个外形上去改观，就是让客户也喜欢，所以这一次的反应还非常不错。对，就是这个有灯光音乐还有 Q 功能所以客户都比较喜欢，就是应该是款式喜欢吧还有一个新产品是这个变形金刚你看，就是小孩现在也大部分朝向这比较仿真型的，你看也不是就是那些一看就是很怎么说很像玩具，颜色很鲜艳什么，我们这就比较靠近那个仿真型的类型，是吧？就是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车的款式都是朝今年这些比较新的车款去改的，一共有六个车的款式所以客反应都比较不错就是无论是价位方面还有这个档次方面，普通和高档我们都有